它速度可以开得多快啊？因为现在温度不够。设定是100米吧，最快。啊。80到100啊。现在温度不够，因为一下子开快会加不了，就等一下子。你要慢慢加。现在哪里可以看这个颜色反馈啊？嗯，这就是了是吧？画面照的太大了。整个屏都可以看得到的。这个地方就多少米啊？现在72，72米左右，现在是。